对啦，可以当跟你交换一个联络的方式。我伫台湾无啥朋友，那首先问题可以当问你。Sure， 看你有啥物需要，我等下给你一款好用的 App， 保证你真紧就会当了解台湾啦。Jimmy，Jesse， 多谢你无去向我这阿姨安尼甲叫了。我看差不多要冷静啊，我就先转去外围啊。这里啊，来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我总算是记住你啊！你敢知道我后半晚也想你，大家拢足想足想的。我才有上网查过啊，高速公路在塞车，咱行省道会较紧啊。我，你是安怎啊？你看起来心情无介好，是不是公司什么人惹你生气啊？我来当影响到我的心情，除了你以外。不过啊，我敢有做什么让你无欢喜啊？我问你，你今日要去倒位？我去上烹饪课啊！啊，你敢不是知影？我一礼拜有三天爱上烹饪课，每一天拢是下晡一点到三点啊。有啥问题吗？我当然知影啊！我本来要去接你，是算临时加班的。想要到到现场的时阵，你还未到下课的时间，就先拢走出来啊！那呢，你是安怎唔打电话给我？安尼我就会当提早落去等你啊！其实我是早已排队，去要志汉上爱食的波士顿派，你都唔知一间店哦，逐工拢排队排出长的呢。啊，对，我拄好赶时间，煞未计先检查看卖啊，头家敢有甲我囥餐具啊？这个时间，唔就是我入去模特的时阵，敢讲我真正误会金鱼啊？好啊啦，老公，莫阁安尼一个面傲嘟嘟啊！无我答应你，以后唔管我要去倒位，拢会先跟你讲一声，安尼好不好？啊，那这边。你有带念在讲，我是去买志汉上爱食的甜点呢，莫阁生气哦。有啥物好生气的？我嘛知影你是为着志汉，要有一个 surprise 啊。行，咱今日去机场接伊，有啥物袂好啊？我开。摕到行李出关未？伊拄才传简讯给我，讲摕到行李无偌久，咱无迟到啦。
白的啦，我有咩一年冇看到伊，我咪今日安尼跟烂一个。好啦。Jimmy， 刚有人来吃饭。我，我阿妈跟大姑姑讲要来吃我，叫我伫遮等，应该差不多要到啊。那你就希望咱两有缘搁见面。快递你有我的联络方式，但是你需要一个台湾的导游，免客气。Call me， 我有缘哦，一定带你出去行行踅踅。我先甲我的专属导游说多谢。You're welcome。我去头前坐 taxi。Wow， fashion。这是我的时尚配件。妈，真的呀？拜拜。来。没心没心啊！刚是郑海英的亲生妈妈，那个姓林的糟囡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姑姑妈咪，啊 ，miss you， 哎，上水上爱老小姐，老小姐，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就想你耶，哎呦，阿妈想你啊。我离开你一个月哦，无变做皮包骨，算是好啊，照顾你家己哦。Oh, of course， 我今年就满十八岁啊，早就是一个大人了，好不好？而且在美国，我早就会当开车就路啊。美国是美国，等下台湾你要遵守台湾的法律。Yes， sir， 老小姐。阿妈托阿妈咧，老小姐，我个老小姐。对哦，弄你小姑姑炒派呀你。啊，对影啊，我那是伫罗宁，话你一声阿妈。把人一点当作我是神经病，你看，那我叫你笑人叫你睡阿妈对不？就是安尼啦，这样吼阿妈哦阿妈欢喜啦。哎对啦，啊拄只跟你讲话早也很像。哦，你讲 Jesse 哦，伊是我伫飞机顶面认识啊。Jesse， 刚是住伫台湾这边的人啊？敢那唔是呢，我有注意到伊有绿卡，还有美国的姓，嘛照顾不当来台湾啦。那应该同时呀啦 ，Jimmy， give me a hug。对，我想你袂来嘞。哇，阿达今麦是安怎啊？你真神丹呢哦，你去还无到一年呢，今麦比我更加悬呐。我先跟你讲，要拍篮球卖高火锅。Seriously？ 嗯，你惊哦？我一定跟你改好改嘛。怎啦这样？妈甲雅杰来教师汉，咱独家都没闲挂。我见啦。你嘛看得出来啊，大家拢都笑自汗的，但你真好啊，行，咱来，来，我来。这个查某，敢是林子倩？妈，无你是安怎？看得鬼哦！别别别别别，啊不是哦，莫胡白乱讲话啦！我甘愿去看到鬼，我嘛无想要看到伊啊！啊，这个查某应该不是林子倩啦！啊，伊早都唔知影走去倒位啊，哪有可能出现伫个遮？啊，无得卡。伊早就死啊！
一定是安尼啊！我应该让宋丹青迄个死查某鬼啊气一下，才把酒花去，家己黑甲家己。我也是哦，较早认婚的，把我的工作做好势，把家风顾好就好啊啦。啊，那你看你是要安怎去天选之汉，要安怎巴结伊，拢有在你，你要继续好好做伊的姑姑妈妈就好啊。将代志讲清楚，我关心志汉，照顾志汉是倒位唔对啊，碍着你的心。你来好意思安尼问我啊？特别若拄着志汉的代志，拢一定爱你讲话才准拄算。啊，那我嘞，我这父母伊根本都唔肯接受我，迄就是因为一直有你这位自居为亲妈妈的姑姑在身边，无站在伫咧挺身伊。改性格变作是一个唔知要体谅别人的囡仔，所以唔才一直无法度理解我接受人阿母的困难。就算我做个更加完美，对伊来讲嘛是白了工啊！你这什么话题啊？家己对囡仔无好，怪别人对囡仔伤好？唔是，要唔过你真正伤过自私，一直家己霸占掉嘞，所以我甲家父唔才无法度接近伊。我自私，我霸占志汉，我是因为志汉自细汉都无妈妈照顾。所以我这么爱伊，这么惜伊，我做到安尼，竟然和你讲到安尼，你有良心了无啊？我甲家凤一直拢在感谢你对志汉的好，所以我唔才一直无跟你计较。也唔过志汉真正已经要成年啦，好通让伊大汉啦。你这做伊姑姑的人，嘛应该学会晓放手，莫阁甲因爸抢人后生啊。安尼我唔才有机会，会当跟志汉更加亲近呢，唔才有机会当我的心肝对伊好。吴志宇，我啦。那大家是志汉回来好日子，那有两个时段咧为着小可代志，你阿咧冤家啦，啊？紧传传咧好出菜啊，大家拢巴肚枵啊吼。好啦，啊对啊，阿公，你不是讲有一个新的阿姐要来跟我们做伙食饭，啊那有拢有看到人吗？哦，阿姐，我想我搞啊，讲人难搞啦，子涵哦，不是不吉利的。Are you kidding me, Ivan? Jimmy， 你就是子涵哦，你竟然就是我的 uncle 罗文尧。原来恁两个早就熟识啊！嗯，恁两个哪有可能熟识？小怪拄啊好啊！老姐啊，啊恁敢知影恁两个熟识啊？恁没有啊啦 ，Ivan， 阿不是 ，Uncle 是我的球友，阿不过一神出鬼没，差不多是啊，在伫我高中教做拍篮球，所以姑姑妈咪啊，佮有高中才会知影。怎么神出鬼没？你明明知影我工作就先走来走去啊，有钱出国一段就是半个月一个月。金明啊，讲起来两个真正少个呢。哥，原来金明是你后生哦。无怪以前我就感觉伊个性哦，有一种怕死唔认输的脾气。跟你一模一样啦，真正是金流力。当然啦、啊。我生无生我形象，对无？怎样？对。徐光义啊，你伫美国的时阵嘛是住伫 Saint John's High School 的附近啊？那呢离阮家足近的呢？确实啦。嗯。哦，遐附近的环境真正足好呢，嘛袂复杂啦。无你甲以前哦，咱伫美国的路有小山经过哦。这条表示讲哦，咱罗家所有的人的缘分哦，早就拢白做伙啊！来，进来，大家小敬一下。今仔日吼是咱一家伙啊大团圆哦。